这件作品是我当时到湖南游洞庭湖登岳阳楼，我在岳阳楼的三楼，当场要我做一个这个书法的一些挥毫书写。我当时情境心境上特别的澎湃，念了几十年的岳阳楼记，第一次踏上岳阳楼，所以心情上也蛮有话要说的，因此我当场就做了阙词。我写的什么是洞庭湖上的岳阳楼，在上头所看到的情与境，包括今昔之间啊，古今的这一个情境，那以及我未来心境的一种感受，当中做了这一阙词，总共94个字，分为前后六，全部是对仗，平仄都相对，字意也都完全相对的。这算是我在作词的作品当中，我蛮喜欢的一件作品。